这是一个他例会，对吧？站立动作，站立动作，果然只有小李有掌声。哦，不需要，不需要。哦，是吗？有点，哎，有点表面了。好，小李特殊就行。好，来，我们先看一下。嗯，可以先看一下，就是。现在我再切一下，就是哎呦，切错了。哎，等一下，不要激动，我们一点点来，一点点。对对，初始状态，初始状态、就是。初始状态。第一个是因为第一个风格的话，就希望就是能展示一下白人大师的，毕竟它是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技能嘛。嗯。所以就是。然后，但是有一定的后摇，就是这一块的话，就是范围比较大，就是稍微看到的人其实就能打到。对，但是。如果敌人要打他的话，就是抓他的后腰。啊、哦，所以就是记住了、这个一技能的第一段的话，它是会、会有这个后腰的。对，然后就是普攻，普攻的话就是最后一段是抓取。啊，普攻的最后一段是抓取、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哎，我就不小心切到肩，再来一下就是，所以是会这个话的天赋会比较相对来说霸道一些。可以无限连，可以，可以，就这个可以无限连，其他两套风格是无法无限连的。哦，就是当它转换形态之后，对，平 A 会不一样。嗯，对。嗯，然后就是平 A 的话，就是平 A 到最后一段，如果不想切的话，就是直接松开平 A 就好了。嗯、如果想切蜕皮的话，就是按住蜕皮，啊，这个技能就变了。啊、哦，然后、第二个形态就是蛇形嘛，就是下半身变成蛇。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是直接冲出去会比较快，但是比较近，然后我、可以游这么久啊？对，大概可以游四秒钟。嗯，然后这时候的话就是只有扫地才能攻击他，然后这时候就是，没事，就是。第一次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蛇丸在地上蠕动，有点想笑。啊，对，因为我就是想保着，像就是大蛇丸有一点点动的成分在，用其他技能相对来说都比较帅气，所以这个技能会稍微逗一点，逗一点啊，有点滑稽。但实际上，如果不想让它这么滑稽，就是直接按住不动，这个帅气的直接一套脸，就是可以帅气的蠕动的，不是那样笨笨的。对。好。那这块普攻的话，就是会都会有位置，直接就是啊，这一个对，相对来说所有技能会变快，嗯，然后第二段会冲出去，嗯，然后我们也是一样，普攻结束，按按住的话就是到第三个动作里面，普攻结束是按住普攻，按住普攻，然后一技能会自动变快，对，嗯，然后这个话就是一个玩蛇了。把敌人抓取，其实这一段是有抓取效果的，虽然是时间比较短，嗯，就是霸体的话抓到以后还是会掉下来，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嗯，如果短按的话，就是换别的，就是他看到敌人以后会，他会自动攻击，对，就是起到一个保护，就是这个我们的一技能的第三个形态呢，它是既可以选择主动攻击，也可以变成一个保护的形态。对，它还有一段的。踢球的位置效果，歪球的位置，所以这个技能的还是有追踪的，不算追踪吧，就是你自己控制嘛。哦，还是可以自己控制，操控，然后范围也是定在的。普攻的话就是把这个放在这里。嗯，然后这个是第三形态下的这个普攻又变了。对。然后这个的话，普攻第二段他不是只有一个转圈吗？然后现在好像爱上了小李的转圈。小李已经从转圈变成翻滚了。对。我还停留在上一步。这的话就是有一个歪折的技能，歪折的起手也可以这样再来起手。嗯。就这样的话，就是虽然距离比较短，但是有一些大家技能都耗光的时候会有一些起效。嗯。然后还可以再看一看，就是轻松手这个技能，就是跟原来技能是类似的，就是后面一段会不一样，抓了以后帅气的插到这个胸，抽出来。这个技能就是我风格里面它也会有一个转圈，也是有一个那个。我觉得这个技能很帅，这个技能是真的帅。是，就是用剑打的话就很帅。对对对。然后就长按的话就是直接穿，
剧里的风格，就跟他之前木叶小时候玩的时候是一样的，小时候是一样的，他就是起了真的是一个好强。对对对，他既可以逃跑又可以攻击，对，而且还是一个现替身的后裔。而且就是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如果按住技能以后再按住普攻，跟那个普攻之后一段是一样的，就是可以把那个一技能切掉。所以就是二技能也是可以用来更换我们的这个一技能形态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因为三个形态嘛，白龙大蛇，七个蛇形，所以就是变那个前置的。但是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切第二个，那你切不了。这时候如果就是你每次按住普攻是切嘛，所以按住普攻的时候按上就反上去。平时可能用不上。就是其实我们一二三是不一定按照顺序切的，是可以乱切，是反顺序。但是就算是不好的顺序，要不然就没错了。就不知道自己切到哪儿去了。对，我们玩的话，基本上就只有一个人会用到反向切，是一个超影高手。就是我们普通人就是用不上的。那我们的玩家朋友们，特别是我们那些决斗场超级厉害的玩家朋友们，就可以深究一下这个忍者了。对，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没有 CD 的话，直接放了一个技能，然后就可以一套普攻，就可以切成另一个技能，然后就可以继续再打，然后再通过这个技能再继续切，切完之后再通过二技能再切，然后再普攻，对，然后这样把技能打完，然后差不多这时候，这个二技能前置之后 CD 也快好了，然后敌人反手的话就继续再跑，哎呀。所以他其实他这样打一，就是他是一套打下来的时间和伤害都是挺高的，而且时长是可以挺久的。对，就是这套打完其实爆发不是那么强，主要是要体现出他就是打不死小强的这种感觉。就打得也挺稳定的，应对你。然后罗生门的话就是罗生门，看一下这个搭配这个土豆枪命卷，就是第一次。第一次的话就是会给自己加些防御，基本上就是了胜就无了。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可以加些攻击移动速度，就这样的话就是在中局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就是双方消耗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速度加成，可以多用一个技能。然后第三次的话就是会把那个替身的 CD 时间会降低，这样的话如果你在有替身的 CD 的情况下，就是可以通过罗生门然后去捡这个 CD， 捡他的 CD。好，来我们画一下重点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罗生门的第一重的时候呢，是可以起到一个增加我们的防御。对。然后第二个的时候呢，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速度。位移速度。对。然后第三个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就是减 CD， 减少我们的替身 CD。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介绍完了。然后我们还有最重要的奥义，就想悄咪咪的摸我们，奥义都不给大家看，这怎么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介绍呢？对不对？哎，还很机智呀，这都被你发现。当然。奥义的话是八岐大蛇。八岐之术。看一下。这个招牌大脸加上这个。感觉好痛啊！那么多蛇，一人嘬一口。是，就是要体现就是把人打到空中以后，八个石头盯着你的那种感觉。这个做的还是很酷的。美术花了不少的心思。那在这个大招之后可以接吗？不行。大招之后不能接。对，因为就是本身已经挺强力了，就是大招再接就有点过分了，技能本来就这么多，然后但是其实可以那个蹭豆的，大招是可以蹭豆的，就是，对，但只有这个形态可以蹭豆，而且就是但是实战中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基本上不太在意蹭豆这件事情，因为技能很多，可以稍稍的展示一下了。但是有可能会失误，就是这个蹭豆不是。没关系，我们尝试一下啊，就大概告诉大家是怎么一个蹭豆方式，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对，一技能。失误了。一技能，然后。这是一技能的第一个形态。第三个形态。第三个形态。第三形态是这个潜蛇嘛，因为它是一个陷阱，它会触发的会相对晚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打一个时间差，没事，大概明白了。大家记住了，就是在我们一技能的第三个形态下，然后是有机会是奥义蹭豆的。所以
就是虽然我们大招之后不能蹭豆，但是还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去到这个奥义点的。那我觉得这个就需要玩家朋友们自己去操作，自己去研究一下了。嗯，那这个通灵要不要展示一下？其实形态什么都没有变化，形态没有变化，就是只是额外的加了个外壳东西，嗯，不太有必要在。就反正就是加上了万神的攻击力。对，嗯，那你觉得这个忍者的话，他在秘卷上面啊，除了土豆枪的话，还有搭配什么？你觉得推荐一下给大家？霸体，霸体，霸体，万能的霸体。好，那连招上面有没有什么小提示？嗯，连招基本上就是注意切形态嘛，就是技能用完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看情况用普攻去切，或者用前一时候去切那个形态，然后就切到另外的技能，然后继续再用。嗯，明白。嗯，而且就是万一打不起来了，哎，一个罗生门，然后你又可以把人先打起来，继续再练就行了。其实注意就是牵制手这个技能相对来说就是对空能力比较弱，所以有时候把人打太高的时候容易接不上。嗯，而且因为他也不对地嘛，所以经常就是如果晚了的话有可能也会接不上，这个需要多加练习。嗯，哦，那我觉得这个大蛇丸小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就是深究的一个忍者。那我觉得大家在十二号这个忍者上线之后呢，就可以我们高招下来自己对自己研究一下研发一下怎么个打法，对不对？然后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觉得自己怎么一套连招酷炫的这些视频啊或者什么放到我们贴吧上，到时候宁次也可以看一看大家推荐的一些这些连招玩法。你就看了估计上线以后就不看贴吧了你是在这看的，不过其实也可以放在贴吧上，是扛不住心理压力了怕万一影响以后做忍者没有，那大家还是不要打击我们的这个就是高招策划萌新，好不好？那其实没关系，因为虽然我不看，但是蛤蟆龙啊还有小李他们会看的，他们肯定会转述给我。他们是想刺激你吗？是。那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给大家带到一个我们的这个忍者的 PK 是吧 ？PK、对, 对，我们的对战环节。这时候可能我就上不了场了。好，因为太弱了，突然有一点小心疼。感受了大蛇丸真正的实力啊！所以为了能够更全面的这个展示这个大蛇丸小给大家看到，那我们宁次也是非常谦虚啊，请到了他的两位。不是我的对手，我可是超硬选手，不好意思。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蛤蟆龙的心理，蛤蟆龙心理现在肯定是惊心胆战，然后觉得打得不好又出丑，生怕被我狂虐。开局一个分身，你分身？哎呀，我分身怎么还错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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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亏，通灵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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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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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不了技能了吗？我得回走一下，螺旋走位。他踢了，躲一下。哦，完了，我没有反应过来，没有替身，没有那个通灵跟秘剑，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贴近了。他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好像你今天无敌过了。哇哦！怎么就被打出彩蛋了呢？这真的不是剧本，投资们，这可能就是技术良心主播为大家带来了大蛇丸机上的彩蛋，没有办法。哎，我穿过了我的墙，但我穿不过他的墙。我为什么穿不过他？你。这时候我们应该穿出去，穿出去通灵，然后放一个陷阱。哎，完了！哦，原来是我，气手，傻雕鹰，捉他！你个通灵王！一、二、三，玩蛇！哎，寄生就差一点，好气哦！那没办法，我只能用出我最擅长的紫水了。紫水的剑，开局一条蛇！你怎么开局是一条蛇？等我技能又好了，我切完了技能，再来一个。完了完了完了！躲避他的技能，螺旋走位。蛇，哇，
小天没放出来，完蛋了，完蛋了。这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要切进来，因为我来个技能又好了。哎呀，完了！他连招失误了，钻过去，小掉，小掉，太傻了你！完了，完了，完了！啊！那对面居然是我做的板豪音啊，我有点不忍心下手。心态崩了，心态崩了。那我们先钻过去，他要抱我，劈他一个通灵，他完了。哇！哇！这个罗生门，这个罗生门设计的还真的是有点可以的。我的小鹰这么厉害，你玩的那么死，怎么回事？我们等一下技能 CD， 现在还有钻他。请他吃一高一，哇、哦！这边头，说实话，这高一还挺帅。不好意思，这是实力的差距。我还有一个好英雄上场呢。就这么结束了吗？我们要不要再打一把？